我们先点一点哦，徽章给本尊，好，通通献给本尊。我们来整理一下哈、哦，整理一下，再一起点。然后皮夹克，皮夹克我现在是多少？我现在是加7嘛哈、哦，这个皮夹克是加7，那这个就比较难提升了。先加5看看，再来 go， 啊死去！然后接下来是，我看一下哦，肩甲只有一个，肩甲比较硬啊，因为肩甲的话我是只有加5而已，然后只有一个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一个加5的话，我们就有可能可以那个，可以拿到门票加5啊，那啊死去！接下来是英雄戒指，英雄戒指的话。只能拼加5了齁，然后这只能拼，哎、欸，只能拼加5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上受祝福。哦，如果是加5受祝福的话，那蛮猛的呢。这个我还好，不太会想存，因为存20太难了。对，存20太难了。我算是想要点上去行的。哦，加4吗？加5吗？啊死去，竟然有点到加4哎、欸。运气不错哎、欸，拿到一个门票哎、欸，哦，拿到一个门票，这个值得鼓励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红耳好了，这个先加6，这个先加6，这个要到加6应该是蛮难的，但有拼有机会。都不等我把话讲完，恢复印章的部分哦，它我这边是要点加5啊，这要加5，因为我身上是加5的。如果可以点到加5，我就可以受祝福。强化开始 ，Go！ 这个有加5，我就成长了。哦，加4，啊，死去！好，接下来是换手环。哎、欸，手环我还在想，因为手环我已经加4受祝福了，这个再上去是非常难啊。可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分身也不需要用那么好。换弓我已经换了，下次再说吧。我印章死很多，我身上是加4受祝福吗？那这个我先到加4，好来加4，我总共几个？7个嘛，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一个加4，啊死去，两个加2就没了，结束这回合。接下来是猎人徽章，啊猎人徽章我身上是加3，然后上一次我忘记是什么活动了。也是最多点到加3而已，没有加4。我们一波一波来嘛，因为我前面也是有慢慢在点。因为你要说数量取胜，以前我可能会想要这样子啦，现在的话我就随意随意，嗯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以前真的就是会存两个礼拜，然后一次上这样子。来，这最后一波啦哦，这最后一波啦哦，看一下我们左上角，目前左上角的四只角色累积下来的内容是没有成长的。那如果这个有成长的话，那还算不错。先看看有没有机会到加3啊、哦？一个吗？一个哦，一个哦。那这样子来讲，是不是就要点身上了？来，各位，帮我集齐一波4，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拼拼看了。但是我好像，我等一下好像还有一个哦，还有两个嘛，还有两箱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看看能不能成长啊？因为这个东西成长很爽啊。加3点加4 ，PVE 减伤加1啊，然后物防再加1啊 ，HP 再加30啊，多爽！但是成功几率是 25.5 而已。谢谢蓝色的集气，我们见证奇迹。加3猎人徽章尝试点加4，强化几率 25.5， 开始强化，点身上啊、哦，点身上啊、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我本来想说要进入页面了，我差点要讲加4猎人徽章，我还你原形，结果。我被断法啦，中啦！哇哦，那有提升，那有提升，两颗传奇亮起来了吗？对，加4没页面，抱歉，我这个不够高。来，这个还有没有机会？加3猎人徽章尝试点加4，强化几率 25.5%， 开始强。哇，一个加4再来，啊死去！哦，那我们有成长，但是我还有两颗，来哦来哦，那这个就直接到加4了哦。好不好？这个就直接到加4了，一颗加2，一颗加3，一颗加4。来，各位，
帮我集齐一波五。原来两颗传奇是后面这一个啊，来帮我集齐一波五。我们终于抓到我们这个徽章的成长了哦，谢谢梁元士的集齐，我们见证奇迹。加四猎人徽章，尝试点加五，强化几率 20.5% 开始强。哇，来咯，加五猎人徽章，我还你原先加五了。我们这一波疯狂提升哦，各位。哎，这个经验只有加 30%、啊、舒服咯，舒服咯。还没结束。加四猎人徽章，尝试点加五，强化几率 20.5% 开始强化。两颗传奇，这颗加五没问题。原来是一波六，这个挡不住了。被动已经亮起来了。来，一波六，快，准备好了哦，各位。哇，这个我闷了好久，结果这次超绝提升呢。加五猎人徽章，尝试点加六，强化几率 17.5% 开始强化，点身上加六猎人徽章，我还你原先。加五猎人徽章，尝试点加六，强化几率 17.5% 再来一个没问题啊，死了去。来看一下点加七是多少 ，15%， 然后物防减伤，几率伤害减免 ，HP 金币掉落量，经验值增加获得，全部都有增加，舒服。好了，梁社各位，如果你觉得我实况不错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，帮我按个赞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小 P， 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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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。